到底有没有
明天他们就讲了，啊，欢迎送钱。明天呢？明天呢？他们要讲，我想，今后更重要的，我们如何的方式要加强合作，啊，那个相互来往。我在前几日到洛杉矶，啊，他们民主啊，这个有热情的这个。我也参观了林总的企业，他的公司，他的白脸的地方，还有无敌的会所，啊，所以，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向你做。那么，我希望的是你能够给自己开一个连锁店，啊，所以最后。就是明天咱们大家见面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大家欢迎大家也能不断期望都在关注他啊，那么祝你们一路平安，好，谢谢你们啊，也谢谢各位捧场，谢谢陈会长，谢谢陈会长。今天晚上你不想睡觉？举手可以过。安静，安静，安静。在那个第五县举行的是，就是说那个欢迎我们的洛杉矶来的一个李总和苏菲亚，现在都在唱。屌不屌？正宗啊！正宗啊！正宗啊！